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好演员。对于我来说，演员的责任就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面反映出现实。人和人之间的沟通，语言只是占 30%。所以一个眼神比十句对白都更有戏。观察、收集每一个和我擦身而过的眼神，感受入面的情绪，用他们填补自己灵魂的空白。唯有这样，演员才可以超越自己。唯有这样，余香凝可以不再是余香凝，我可以走入去另一个角色的世界。很多人说演员生涯很多时候都是等人给机会，等人分派角色给你，但是我相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